你们看看，这金狮子后面有一个造型别致的孔，难道是钥匙孔？秘密在金狮子里面。 算是朕赐予你与晋王的定情信物，要守好它。那日先皇曾召我入宫，赐我香囊，香囊中正是一枚钥匙。现在想来，似乎和这钥匙孔的形状非常相似。那姐姐，快把香囊拿出来。香囊我埋在御花园树下。 跟进来，奴才便也奉命避开了。奴才告退。晋王，玉成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走吧。 承受父皇深恩，待在身边16余载，悉心教导，儿臣早已把父皇当作生命里唯一的血肉知己，可儿臣辜负了父皇的厚爱，父皇，对不起。 不敢显山露水，儿臣记得父皇说过，身在帝王家要懂得隐藏，这才是帝王该有的谋略和胸襟。可是父皇，儿臣就躲在这里，与父皇一人说说，可以吗？儿臣并不幸福，自从父皇走了之后。 儿臣真不知该如何坚持下去。儿臣遇到一女子，她兰心蕙质，智慧无双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却像是风雪里的一朵梅花。 凛寒不摧，每当儿臣孤独的时候，想起他，就仿佛生命里有一道光。儿臣真的很喜欢他，也很珍惜他。